Hello，大家好，我是腾腾。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玩这一款 SS 光之编年史哦。那么今天呢就继续来试玩游玩哦。那这边的话，我们的小猫咪就会有这个挂机收益，那记得要来领一下。好，那就是跟鲸鱼远征一样，就稍微领一下，还可以快速挂机哦。那今天呢是主要可以拿到我们这一个超强的铁鳞角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凯撒大帝尤利乌斯哦。那之前也讲过了嘛，它有这个无敌的效果，也可以造成大量伤害啊，而且本身呢也是可以飞到敌方后面，然后还会附带晕眩效果，然后期间呢都不能够被选中了，然后它的降低防御力啊，然后可以额外降低这个伤害减免，持续到战斗结束，还是相当猛啊！本身自己加自己的命中，还有攻击伤害都是相当的猛，而且造成暴击时会恢复30点能量，那所以说它到后期的话是相当猛的一只角色。而且获取方式也是挺多的，那可以尽量来培养它哦。那么今天呢，获取的一个渠道就是我们完成这个站阶晋升，那么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它领取起来。好看，像我们这边只要进阶成功，然后完成就可以又拿到这一只哦。那拿到这一只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把它这个升级升上去哦。我们这边先领一下这些其他的材料，然后可以到组成的英雄设定这边啊。我们这边直接在吃铜资，好，大家从这个精英变成精英加哦。重点的话是最大等级可以变成这120啊。好，那这样升级也升级成功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把这个它再升级升上去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不太够啊，我们这边再稍微吃个一下。好，这样的话好像还是差个一只哦。那这边还是要再吃个铜资啊，稍微有点麻烦了，我们可能要再去抽或是招募一下哦，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反正这些资源也就是只能够把它提升到这个120等啊。你看要再升上去的话，就要再让它先进化。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够抽一下，我们现在是有19抽嘛，然后记得的话这边要先选择好你们的这个心愿单了。那这边的话是心愿的概率就会提高30%，那重点的话是每天只会生效到一次哦，所以说你们就抽到一次就不要再抽了，那尽量的话是先设定好心愿单再抽啦，要不然的话抽到一些其他的，那就是非常的酷酷哦。而且重点是这个就是要可以尽量先抽那个还没有升级到这个精英加的嘛，像是我们这个已经抽到过了，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弄下来。像是可以去抽一些还没有抽到的，像这个罗网也是可以来抽个一下。好，打开一下哦，拿到了拿破仑，拿破仑也是一张还蛮好的卡。那我们现在也直接再来招募个死抽，虽然消耗一点这个钻石。啊，这个抽奖几率大家也看到了吧？不过好处是我们的拿破仑。也可以升级到金甲哦，好，这样也进阶成功。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又可以多推个好几关了。那现在的这个难点就是我们现在缺这个帝国的肥料。哦，这边可以升一下。那现在升级是需要消耗这个。那我们刚刚应该升错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女的给她升上去，应该用这个男生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刚好，所以说不要全部通通都用这个进阶啊，又学到了一课。好，那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拿破仑升上去。这游戏会蛮常卡关的，看像这个，你材料不够，那就只能够卡住。好，那我们再碾压跳关一下。来看一下战斗，好，那胜利，那大概的游戏玩法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剩下的时间就是来这边疯狂的推主线了，然后也是来可以来做一下这个进阶任务，元素裂隙探索度到达100%。然后这边竞技场，稍微挑战一下哦，这些应该都电脑。好，挑战个两场，还可以再拿到一些这个钻石哦。
好，那既然有钻石，我们就来再抽个10抽看看了。反正今天这个心愿单也都是还没有抽出来。好，来英雄招募一下，这边的话是再抽卡17次必得这个精英哦。好，我们直接兑换，抽到这个精英应该就会重置了。好，就抽到这个加纳，他居然没有中我们这个心愿单里面的精英角。没关系，我们这边抽也是可以抽这个材肥料了。好，中了这什么？欧西里斯往生之主，这外观看起来是还蛮强的啦。好，不过不知道实际的强度是多少，来看看这样能不能够进阶上去。这没有那个帝国的肥料，好吧，又抽歪了。那我们背包应该也可以来看一下。应该是可以选这个肥料种族英雄，这里可以选一个帝国的，好，又中了一个米其林啊。然后这边的话是优秀世系自选卡，我们这边全部通通都把它打开升上去。好，这边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拿到肥料，可以来升一升了。这边先进阶。然后这里的话，它是吃自己的，所以说可以让它随便吃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是缺，我们要一个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不能够再生吗？然后它这边，好，那这样，群星见证，来插一个肥料。好，那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凯撒直接升上去，你看直接变成完美啊。然后变成完美之后，要再吃一只这个金加吧。啊，那这个就是整个游戏玩法，看我们又可以成功把它升级升上去。然后升上去的话就缺了这个材料，我们可以在那个堡垒啊，我们现在缺的是经验嘛，可以在这个超值礼包这边买一下这个。英雄升级可以买前几个，这样的话材料应该就足够。真正的王者无需加你。这材料真的是非常缺哦。好，那么今天的这个 SS 光之边缘史的游戏试玩就差不多拍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好，那么现在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礼貌序号。要兑换，我们就先点左上角这个人物头像，那接着呢，在下方就可以兑换。这个的话是陆服的礼包嘛，不知道台服是还可不可以用。那想要玩的话，可以来这边输入一下。那么输入这个 VIP 三个六，VIP 三个六。好，那这边的话就可以领到这个召唤卡两个，还有一些经验的加速。好，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的话是这个 VIP 三个七，VIP 三个七，有一些星辰哦。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VIP 三个八。一千个八，下面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SVIP 三个八，SVIP 三个八，这个是这个 YSDGYNF，接着是这个 OUHUANG。大量星辰，接下来是这个 LIBO666，确定，